感的，我开始不知考第一是一个咩价值，你要我科科落 A 我就嚟结巴扎实，未懂全释已经开始乏力压力，三大半呢种模式 I feel so sick， 你话企得系气泡先就冇得输，输陪笑一半落笑一分十分语，你未理我伤口是否痊愈，我只不过与你的梦想里居住。我寻觅怎样帮自己成功路上画多几个剔，填空选择问答为更多认识，学习的重点不是在于要几好成绩，可以自由自由让我们需要 feedback， 高山与低洼不需挑剔，天色这么差我要放胆舞动天下， Break it down, 19信一天天增加一点爱，我受过伤疤将那黑色世代转化，讲呢啲，我成日对住部电话，其实唔系自私。你真正关注我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爸妈去哪儿揾你哋，其实唔系 easy。我都想有时得到你哋仅有嘅支持，留下一些锁匙，留下一串锁匙，争吵的无非系急于表达自己所知。爸，请你珍惜你哋城市，我的名字。妈，请你有机会就听下我讲心事。用一句说话去形容我同我妈嘅关系。我深仇大恨，我越追求我自由的时候，我妈咪就越想控制我，因为她觉得我控制你其实我关心你而已，我为你安排一切其实因为我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。当我放弃我自己的时候，试过去喝酒，我会喝得很多，跟着我又试过自杀，即是我被人踢咗出口之后，妈咪又成日同我讲话：你倚靠神啦，我放手噶啦，条路我俾你自己行翻。我一起身，我就挑战我呢个神，就话：喂，既然你咁叻，你俾间学校我咯。好奇妙，好感恩。突然之间有个学校就话要 interview 我，咁我哋一家人一齐去嘅。咁去到校长室嘅时候咧，咁校长佢冇乜问我嘅过去，反而佢系问我：如果我今日收你，你會有啲咩改變？咁嗰一刻咧，我就喊，我喊得好緊要，我就回想翻放棄學業，我一直挑戰我媽咪，我係好想脱離，我想得到自由，但係用錯咗一個方法去追求呢個自由，唔想受控。咁成個interview 嘅過程啦，校長就提醒我，我要摒棄自己嘅惡習。我不可以再俾我自己嘅懶惰、我自己嘅反叛、我對媽咪嘅憎恨、我對父母嘅不滿去限制咗我。自己其实我自己一个很有价值的人，倾倾倾下用解互相缺乏了解的冰块，触碰触起我们这一家的愉快，父母兄弟姊妹分享这世界，一个温暖的轻松的家伴我长大。我想是我和他关系改变了很多，由以前我很不想他是我妈，我宁愿人家是我妈或者我没有妈生的，但係而家反而佢嘅角色咧，係好似一個支持嘅角色，我可以將我所有一切都同佢分享。我最想同父母講，我諗即係除咗多謝之外，我真係唔知道可以講啲咩啦。真係好多謝佢哋從來冇放棄我咯。將那黑色世代轉化。有冇 take two？ 有冇一下可以暂停？痛苦、麻醉、麻木、迷幻、迷宫里自顾，一刹那刺激满足，哪管血液凝固，我的母猪又有谁比我更痴处？懦夫，我唔系冇试过祈求天赋，我唔系冇试过尽力踢走魔鬼衣服。可恶，我的意识瞳孔被你禁锢，无辜，我的思想细胞被你玷污。生命无敌。吸毒就是中二的时候第一次俾毒品我的朋友咧，就是男朋友嚟嘅。其实吸毒是我觉得是越吸越不开心，毒品散了之后咧更加失落咁样。我记得我太婆咧离楼啦，咁嗰阵时我就同班朋友喺酒吧度玩紧，咁我妈咪就打电话俾我就话你太婆就唔得啦，好想翻去探佢，咁我就话我唔翻噶啦。咁到丧礼嘅时候，我望住我太婆，当时系一啲愧疚感都冇，去到一个位系可以为咗玩为咗毒品，连屋企人连亲情乜嘢都唔会理。以往我遇到困难我唔识面对，我就用咗一个错嘅方法，到而家正身建立咗我一个合嘅價值觀，我而家會識得點樣改變自己嘅態度，正面去面對佢咯。
我企硬，拒絕誘惑需要意志支撐，需要一種堅定信念溫暖這刻冰冷。正常人的精彩，黑白要變色彩，踏上正路這征途要清晰地愛。我覺得那座建築物咧，冇乜方向，冇乜次序。但我又會諗，即係佢而家咁樣東歪西扯嘅時候，其實都有佢嘅美麗啊。咁所以我諗翻轉頭，我就會覺得以往我嘅經歷都係好有價值啦。自信唔自卑，我勉勵自己，爭氣唔泄氣，活著要骨氣，唔要 copy and paste， 我要 try and taste， 做好準備，你自己自然找到你。未來描畫需要規劃，最緊要腳踏實地向理想進發，最緊要我和你和他思維獨立，命運交響曲亦有唔同唱法。快步，由呢刻開始唔係細路，由呢刻開始活出我嘅人生態度，踏上大道，這一路美好風景沿途。